女生最偏爱的国度非俄罗斯莫属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，女人们就算穷得吃不起面包，也仍然会带着闪闪发光的珍珠项链和钻石项链去剧院看一场舞台剧。俄罗斯珠宝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又最耀眼的传奇。罗曼诺夫王朝期间，俄罗斯式珠宝风格一次次在全世界掀起流行风暴，沙皇的能工巧匠们左右了整个珠宝世界的风格。1762年，叶卡捷琳娜2世为自己的加冕里请来了天才的宫廷珠宝匠制作皇冠，流光溢彩的大皇冠上总共镶嵌了2858克拉重的4836颗钻石，其中装饰冠顶的是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红色尖晶石，重约398.72克拉，被列为前苏联7大历史名钻之一，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欧洲贵妇对东方风格珠宝的追逐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叶卡捷琳娜女皇，钻石对世人魔法般的吸引力无疑将大大